可以跑到沃尔玛买了点黄油，还有上拉、盘子、刀叉、大牛油。好的，搞定了，回家了。昨天那顿牛排吃的挺好吃，今天非要自己也试一下。制作过程有点不忍直视。这么多吗？是这么个意思，但是就感觉我们这个有点山寨，就是到咱俩这儿就不高端了。你这个时候血都冒出来了。啊怎么样？还可以，反正你喜欢吃生肉。哇塞！怎么样？很好，就是这种肉。这么厉害吗？就这种肉，就是这样，半生不熟。行，看看不错。补偿还差不多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还喝一点味道，比这一做的差点。家里没有红酒，喝点绿茶吧。4块钱。做一盘牛肉，这个被他搞得像盖浇饭似的。对对对对对，盖浇饭。反正我们俩吃还没那么多讲究了，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吧。把那个肉都切完了。这样好吃呀、我的妈，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肉都切完了都。